被一组一副两台柴油发动机，它只能被捆绑在潜艇的甲板上，是装不进鱼雷发射管的。在出击之前啊，驾驶员就需要提前坐进鱼雷里面，然后关上水密舱，一旦关闭也就再也无法开启了。随着潜艇潜到最多80米的水深，因为再往下它的壳体就无法承受了，这当然限制了潜艇的隐身能力，也让潜艇本身变得跟去自杀没有太大区别了。等到达目标附近之后呢，潜艇就会释放回天鱼雷，然后驾驶员升起潜望镜，在确认目标方位之后，便开着鱼雷奔向目标了。那么它的战果最后如何呢？哎，有一些，但少得可怜啊。最著名的一战就是击沉了美军舰艇昂德希尔号，导致200多名士兵伤亡。统计起来，得到确认的战果仅为击沉3艘、击伤4艘舰艇而已。但驾驶回天出击并全部升天的驾驶员却有87人，他们全都成为了这场残酷战争中的人形制导部了。说完了回天鱼雷，我们不得不再提一提他在空中的孪生兄弟——樱花特攻机。这个东西，你称它为飞机，还不如称它为导弹呢。但导弹不是要到二战以后才会出现吗？哎，对的，跟回天鱼雷一样，它采用的也是人形制导部。它的机身为木质，前部是一个弹头，后部是一个发动机，中间则坐进去一个人。在脱离轰炸机之后呢，可以操纵它准确的飞向目标。但是由于没有制空权，日本的轰炸机很难飞到美国军舰上空，所以它的战绩就更加可怜了，只炸毁了1艘驱逐舰而已，之后就真的如樱花般凋零了。看起来战争的确容易激发出人的脑回路，使一些不可思议的奇怪想法变为现实。哎，尽管初衷呢是为了杀戮，但是也可能发展为进步啊，比如火箭。我讲火箭也比较多啊，所以有两条这样的评论也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火箭发射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用电磁弹射来获得初速度呢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让我们来算一算啊。假设我们发射的是一枚载人的火箭，宇航员能够较长时间忍受的加速度大约是5个G左右，也就是49米/20方秒。以这样的加速度将火箭加速到低宇宙速度7.9公里每秒，需要的时间大约为161秒。由于是匀加速运动，所以根据公式1/2 AT² 算出来的加速路程大约就是635公里。我的坐标在南京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修一条这样的电磁火箭弹射轨道的话，需要从这里开始笔直的拉到湖北荆门去。这个从建筑规模上来看呢，就已经非常夸张了。我们再来看看它所需要的能量。一个100公斤重的物体在到达低宇宙速度后所具有的动能大约是3.12吉焦，也就意味着，即便只是将一个100公斤重的物体在161秒内加速到低宇宙速度，就需要有几10兆瓦的平均功率，这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用在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的极限了，更不要提它在规模上和工作时长上都要远超航母。那么能不能像网友轻松1287856说的那样，咱们建一个很深的竖井，拉长发射距离，增加加速时间，并且还要自带燃料，降低对电磁加速的要求呢？啊，这个嘛，得看哪天我们真的能把井挖得更深一点再说吧。目前我们钻的最深的地方是地下12公里，并且呢，它的直径也只能放得下一个小一点的盘子而已，对于火箭发射好像还差得很远啊。其实说到底，电磁火箭发射技术真的不太适合地球，一是引力太大，二是大气太稠，即便弹出去了也很难达到低宇宙速度。倒是那些引力又小又没有大气的地方非常适合，比如月球或者是太空当中。这样的装置叫做质量投射器， NASA 早就在研究了，随着月球基地在未来的新建，我们或许很快就能够见到它了。最后再读一条评论，火箭叔的真名叫刘一伟吗？啊，这个非也，但并不影响我也会做的一手好菜哦，不信咱瞧着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又好做又好吃又好看的
好了，上得了科普，下得了厨房的火箭术，值得你的关注。下一期我们接着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。